在前面的章节里，我们已经认识了旋转磁场的原理，知道三相感应机的定子绕组在输入三相平衡电流激磁后，气隙中可以产生旋转磁场。而旋转磁场的速度到底有多快呢？这个章节会提供两种表示方法。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，为了妥善利用空间，我们将三个方形线圈间隔120度来做排列。 外加三项的电源之后，产生了三项旋转磁场。那么，由于只有 N 级跟 S 级一组磁极在做旋转，所以这张图把它称为两极的旋转磁场。如果今天我们将线圈数量增加为一倍，然后间隔成六十度来做排列，就可以得到四级的旋转磁场。因此，从从这里可以知道，只要增加线圈的数目。 就可以得到更多的磁极数，而一对磁极必须要包含 N 跟 S，所以必须是以偶数的关系成双成对来做设计。旋转磁场的表示方法，第一种以同步转速来呈现，英文为 synchronous speed，取第一个字母 S 来做代表，因此同步转速的代号以 NS 来做表示。 那么两极电机转一圈会产生一个正弦波，四极电机转一圈则会产生两个正弦波。观察一下周期跟级数的关系，发现 P 级发电机转一圈会产生二分之 P 个正弦波，因此转一圈所需的时间就是二分之 P 秒。那我们知道频率的定义呢，是单位时间内正弦波重复出现的次数。 转一圈会产生二分之 p 个正弦波，那么每分钟会转动 n 圈，表示每秒钟会转动六十分之 n 圈，因此每秒钟一共会产生一百二十分之 p n 的正弦波。那么我们经过移项，可以得到最后同步转速的公式，n s 就会等于 p 分之一百二十 f。 同步转速跟感应机的定子绕组绕制的磁极数目 P 成反比，然后跟所加的定子绕组电源频率 f 成正比，单位是每分钟的转速，以 RPM 来做表示。如果想把单位改成每秒钟的转速，只要除六十就可以得到 P 分之二 f，那么这时候的单位是 RPS，代表每秒钟的转速。我们知道磁极一定都是偶数。 成双成对的出现，因此所谓的对极数就是代表一对磁极拥有一个 N 极跟一个 S 极。我们把这个公式再除二，就可以得到 P_plon 分之 f，单位维持是 RPS。那么 P_plon 就是指一对磁极对极数的意思。旋转磁场的第二种表示法也常被用来以同步角速度欧米伽来做呈现。 那么转移圈的角度是三百六十度，也就是二拍进度，大约是六点二八进度。而每秒会转动 S 圈，所以 Omega S 会等于二拍乘上 S。那么每分钟的转速代号是 NS，我们把它除六十，就可以把公式整理成二拍乘上六十分之 NS。那么我们又知道 NS 同步转速的公式是 P 分之一百二十 F。 最后经过整理，可以得到 Omega s 除了等于二派 s，也可以整理成 p 分之四派 f。这边要整理前面的两个重要公式。在 p 级的感应电动机中，不管像数是多少，旋转磁场的速度其实就是同步转速。同步转速的代号是 ns，大小是 p 分之一百二十 f，单位为 rpm，代表的是每分钟转速。 第二种表示法是同步角速度 a s 会等于二 πs，单位是 radian per second，每秒多少进度？三相感应电动机，ns 等于 p plon 分之 f，单位是 rps。这个公式里面的相关叙述何者正确？首先，ns 是指同步转速，它的公式是 p 分之一百二十 f，单位是 rpm。 RPM 是指每分钟的转速，所以如果要按照题目的意思修正为 RPS 每秒钟的转速，就必须要先除六十，变成 P 分之二 F。这时候发现还是差两倍，所以可以知道 P plus 呢，它不应该是级数，而是指对级数，也就是一对磁极一个 N 再加上一个 S 的意思。观察底下五个选项，A 选项 N S 是指转不转速。 应该要修正为同步转速。B 选项 F 呢是指电源频率。C 选项跟猪选项都在讲 P block，我们已经知道它是指对极数，因此留下猪选项。最后一个 E 选项 RPS 是指每秒钟的转速，这也是正确的。因此本题的答案选择猪跟一、e。接下来这个表格要呈现的是台湾地区的电力系统。 那么我们的频率是以六十赫兹为基准。那么在我们的交流旋转电机的极数改变的情况下，完成表格的同步转速跟同步角速度的相关计算。首先，我们先看两极的部分，n s 的大小是 p 分之一百二十 f，极数代入二，频率代入六十，得到三千六百 rpm。如何把它转成 rps 为单位呢？只要除六十就可以得到。 n s NS 的大小是六十 r p s，接下来欧米伽会等于二拍乘上 s，因此只要把六十再乘上二拍，就可以得到第三栏的结论：欧米伽 s 的大小会等于一百二十派。接下来练习一下四级的部分，把级数 p 的部分改为四，频率维持是六十，因此 n s 会等于四分之一百二十乘上六十。 得到一千八百 RPM，那么一样的除上六十之后，可以得到 ns 改写为三十 r p s 再乘上二拍以后，可以得到 omega s 会等于六十拍。用一样的方法，请同学按一下暂停键，那自己练习一下六级跟八级的部分，把这个表格完成。接下来我们依序来对一下答案。 六级的部分，N S 同步转速为一千两百 RPM，同等于二十 RPS，同步角速度大小为四十拍。八级的部分，同步转速是九百 RPM，转成 RPS 之后是十五，欧米伽的部分是三十拍。同学有没有都做对呢？我们来看下一个题目，有一部三相四级的感应机。 外加两百二十 VAC 五十赫兹的三相电源。求旋转磁场的第一小题每分钟转速，第二小题每秒钟的转速，第三小题同步角速度分别为多少？其实跟刚刚的表格是一样的方法，只是改变了数据。那我们一样依序来看一下，四级代表级数 P 为四，那么频率五十赫兹。 接下来第一个小题要求的是每分钟的转速，因此 n s 的大小等于 p 分之一百二十，副代入相关数据得到四分之一百二十乘上五十，得到一千五0 rpm，只要除上六十就可以改成第二小题的每秒钟转速，因此第二小题的答案 n s 的大小会等于一千五百除上六十，得到二十五 rps。 第三小题是问你同步角速度欧米伽的大小会等于二拍 s，所以二拍再乘上二十五以后得到五十拍，相当于一百五十七。最后我们来看一个观念题型，它说下列有关三项感应电动机的叙述何者不正确？那我们依序由 A 选项来开始检视。A 选项说。 旋转磁场的磁动式峰值是每项定子机磁绕组的二分之三倍，那么 A 选项是正确的叙述，因为我们在第一章就已经验证过，它是一个肯定特性，而且始终维持在一点五倍那么大。再来 B 选项说，感应机又称为非同步机，因为它的转子转速会恒大于旋转磁场的同步转速，那么这是一个错误的选项。 因为感应机是由定子送电而产生旋转磁场，那么转子依据阿拉哥的圆盘定理可以知道，它会后续的依循着旋转磁场而感应生电，因此转子转速不可能比旋转磁场还要快。我们要把“恒大于”改成“略小于”才正确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C 选项。C 选项说，如果要改变转子的方向，只要任意对调其中两条。 它也是完全正确的选项，我们在第一章也做过验证哦。那么，猪选项说旋转磁场的同步转速会跟电源频率成正比，跟级数成反比。同步转速的公式是 n_s 等于 p 分之一百二十 f，因此从公式里面我们可以发现，确实是跟频率正比，跟级数反比。因此，猪选项正确。 最后，旋转的原理是依据阿拉哥的圆盘旋转原理来的吗？这个也是正确的选项，因此本题的答案应该选择 B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单元就到这边结束，同学要多做练习。